要欸，可以买个700块的神奇盒子。你知道要干嘛？这个钱就是什么超费的东西，抓猫。等一下，这刚刚这个是怎样？那坏掉了，它直接东西会全部掉出来。你拿自己，你东西全部掉出来，太帅了！你直接全部东西掉出来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它会这么开？玩错的椅子。